我现在要去吃金华冰厅。我已经六年没有走在香港街上。你说小学我们一起来？对啊。有那么久？那我穿件皮外套，我热。你跟我解释什么是荷兰狗？荷兰狗啊，糟了，我也不太清楚要怎么被你们先拍。看起来好好，那么厉害哦。对吧？比较喜欢吃很甜的，所以就下很多。谢谢。现在要去连续两年排行第一的亚洲第一的酒吧。香港其实很多上坡，跟韩国有点像。对对对。哇，看到人潮，哎，还行还行。我刘海都湿掉了。现在刚睡醒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去很多地方，好想来化妆。接下来香港哪家明星的合作要来分享太阳友善防晒系列，三款都是我近期爱用的产品。今天呢都是逛街的室内行程，所以呢我要先来擦全天候亮眼 UV 隔离乳。真的就这罐粉红色很可爱，那我现在就快速来上妆。这一罐呢是脸部专用的产品，它很适合日常妆前打理的时候来用，只要10块钱硬币大小就可以使用。这张眼袋其实真的很好，所以有时候不会挤太多，它就一点点这样子。然后我昨天在上底妆的时候觉得有一点太厚重，所以我今天想说我只用这一罐就好。半张脸涂完的样子大概这样子，有没有整个这边都亮起来，然后是很自然那种透亮感。它上脸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提亮效果，轻轻推过去呢就可以有很自然的雾面裸妆感，比较亮哦。但男生擦也不会说很死白耶，摸起来很清爽。然后香港现在很热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防晒打底产品。我今天想要直接用这个当底妆。然后现在化了一个淡妆，然后我们准备要去吃早餐了。整脸就只用刚刚那罐防晒，我通常呢也都会放在包包里擦。这就是完妆的样子，我脸好亮哦。前面排一堆人。两六两公。来找人。热鲜奶。刚刚买了可爱的衣服，现在要去吃华姐清汤腩。给人看看坐双层的公车，哦，第一次坐这种，它开得好快。这件是最多观众推荐我，说一定要来这边吃，好酷哦！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哦，又好吃吗？真假的？结果我们现在吃完，超级多人在排队。今天是第三天早上，给大家看我这几天新买的手机吊饰，是不是很可爱啊？这个小熊软糖的。然后我刚看行程，今天有一些是户外的行程，所以呢，我决定要来擦这罐海洋友善全效防晒乳，给大家看它的质地，它的水感是真的擦上去是非常非常舒服，很闷热的夏天，你也可以很水的这样直接快速的抹匀，从挤出来的那瞬间就不会很黏，有没有看？很轻松就推开，然后就很像是那种
很舒服的轻薄的乳液的质地。如果是比较短暂的外出啊，或者是去到紫外线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地方，我就会擦这一罐。你是很怕那种很黏密的防晒的人，就很需要这一罐哦。然后我的脸一样只有用那个昨天介绍的那个隔离乳，就是用那个隔离乳然后再加腮红，然后整个擦完感觉就这样，非常轻薄，非常自然。今天第三天的出门，这件事要先定位，然后最近蛮红的港点，有点太漂亮。口都有沾到那个汁，很好吃。嗯，好好吃。因为以前有禁酒令，就是大概二十世纪的大概过，然后他们都会把酒吧藏在一个很，有些会藏在店，对，有些会就是要打电话，然后会有个密道进去。好酷哦！他在 check in， 四个莱姆酒，第五个清酒。第七个 Takida， 然后伏特加 Whisky。Everyone is ready? Please enter now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可爱。哦，有了。哦，好。嗨。今天我们真的要去迪士尼，我不知道要展现他的帅技能。这个行李就交给你一路到迪士尼了。没有了，好快哦！感觉很好吃。是吗？很相似的感觉，跟东京的很像。进去喽，噔噔，嘿，哇哦，一人一张双人床。大家，我们 check in 完了，现在在迪士尼的饭店里面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迪士尼玩，我们今天刚玩到碧园，所以我今天擦防晒乳是擦这一罐全天候极效抗氧防晒乳，因为它有独特的抗氧防晒膜，耐水耐汗，而且怎么摩擦它其实不太容易掉落，所以它流汗之后呢也不会有那种黏在身体上的感觉，所以我超喜欢这一罐。如果那种出去运动啊玩一整天比较需要长时间晒太阳的话，很推荐这一罐。而且虽然这一罐跟水感比起来，就水感是说它是水感的嘛，但是这一罐我觉得也超水的，但并没有因为它标榜特别抗氧就导致它比较黏，没有，我觉得它也超水，很好推。不管是要在那种户外运动啊、水上运动，其实都很适合这一罐。哥，你要出门了吗？好啊。耶、yeah. ！女生入园的第一件事要先去买发箍。刚玩了那个斯塔克，还蛮好玩的。然后现在想要来拍一下室内的，拍一拍。再来去吃东西，因为只吃一餐，所以蛮饿的。就回来，谢谢维尼。
好，我来带大家看一下台北两千有什么菜色。这边也是一些冷菜拼盘，饮料区跟汤区，还不错。你看蘑菇浓汤好喝。对啊，看起来好喝。这个我点羊排，看起来好大，好好吃。这是我点的干贝海鲜炖饭。它的隔离炉还是很亮，我没有放柠檬了，多放一点遮瑕，厉害吗？防晒的重要性，因为现在夏天快到了，然后这次就是我们带的这三罐妮静丝的海洋友善防晒系列。是超级好奇为什么是 SPF， 就是这什么50，因为我50是最高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都不知道什么是25，什么是30，什么是50，那个数字到底代表什么？自然实验不是一束光然后变成彩虹？有刚记得吗？对，然后其实太阳经过大气层是这样，然后就红橙黄绿蓝靛，这我们看得到叫可见光。对，然后紫外就叫紫外，剩下三束就 UVA、UVB。UVA 的话，它就会穿透到比较深的地方，然后就会让人变老。有很多人不知道紫外线其实最严重、最恐怖是会让人变老，不是变黑。有些常晒太阳的啊，会看起来比较老，而且它是会累积的。所以你人只要活在阳光下，一定会变老。UVB 的话就是晒伤、红啊、红肿、热痛，但是这两个都会变黑，而且还有皮肤癌。还有变黑这件事，其实是身体的一个自然的保护。对，其实那个只是一个，那个计算公式很复杂，但是它只是想要让你知道，就是相对，就是不是有一个加到四个加？对，它就是说你有差跟没差。PA 的话，有差跟没差对于 UVA 的保护，延长在 UVA 下，受到 UVA 的照射的时间，就加加加就是大概16倍这样子，一个加就是2倍。哦，那加加加很多倍。很多倍啊，就尽量3个以上啊。哇，这系列全部都是4个。那像我们的妈妈，她就是从小到大，他是超级防晒狂魔，然后他现在就是比别人年轻，就比较不会老，他就是真的要防晒。所以妮静丝这个系列算是有达到所有的要求，就是 SPF 50，然后 PA 有全部4个加，然后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就是讲一个最现实的，防晒最怕的就是超黏腻，对，就是我每次抹那种超黏的，就超难推，对，但这系列全部都超好推，然后这个还加了隔离乳，就是我这几天的底妆都是用这个，然后加一点点遮瑕而已，然后可是超级超级透亮。它可以透亮，然后可以隔离，然后又可以防晒，所以这系列真的算是你刚刚推荐的吧。我们每天都还是有带一罐出去补擦啦。我们两个现在超注重防晒，昨天也是在擦。对，就防晒真的很重要，尤其是夏天。所以呢，大家记得一定要好好擦防晒哟。You feeling me from across the room? I got a feeling you could be my muse. I hear strange when I see you. You say green, but I see blue. Either way, your eyes.